大家久等了。我用我这个吧，没事。大家久等了啊！我今天的 topic 是这样的，我今天的幻灯片主要是这个是全英文的 ，it's of English slides, but I will speak it, I will present it mostly in Chinese and so please understand about that because most of the audience are from China. 但幻灯片本身是英文的，然后这个我想做技术人，大家应该都能看得懂哈，没问题。然后我就。长话短说啊，我来介绍，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这个，2015年的时候，我们创建了 Hyper Container 和 Runway 项目，然后2017年的时候，这个项目和这个 Clear Containers 一起呢，我们去 announce 了这个 Kata Containers 项目，所以我们是这个项目的这个，开始的，发起方吧，然后当年我们讲这个时候，你看中间那个人说啊，就是。这是在这个上一届 Summit 的时候 confirm 的时候来讲到我们当年的 announce 这个项目的时候那个场景，然后就是当你这个有一天放飞自己然后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别人拍照拍下来，然后再被别人反复拿出来晒的，所以我把这张照片再晒一遍，然后这也给大家一个教训啊，就自己做事情的时候小心一点，人在做天在看。2019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加入了蚂蚁金服，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是蚂蚁金服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现在是做蚂蚁金服的这个就是CloudNative 的 infra 部分。然后我们也和这个阿里云同事一起在这个密切的合作着，所以我们也算是把这个不仅蚂蚁金服还有阿里云也拉到我们 Kata 的社区里面来做工作。整个这幻灯片里会有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是简单介绍 Kata Containers， 然后这个 topic 是我这个讲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心里面的一个痛点，就是每次都得讲一下，然后但是这次我希望我这次讲完之后，下次再开什么会的时候一提 Kata Containers 就不用再讲了，然后后面我会介绍一下我们在蚂蚁金服的一些工作，然后最后我再讲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这个 Kata Containers 的这个演进的计划。然后最后我会给一些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似的，这个给其他的 topic 打一个广告。然后，首先呢，当我们谈到容器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会想到所谓的这个 C groups 和 namespaces， 这是我们大家讲到这个，在我们大家讲到容器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的这些东西。因为大家现在讲这个，run C 啊什么的，大概都是这个套路。但是呢，我们其实，在将我们说我们在起容器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更多实际上是 image， 对吧？你想想是不是？就是说，你把我那个 nginx 的容器起来啊，把我那个，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容器，但是大家想起的时候，其实都是起的那个 image。其实你并不关心它到底是不是 run C 来运行的，对吧 ？Kata 也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讲容器的时候，其实经常还会讲到容器不太安全，对吧？你想到布容器的时候，大家想要用什么东西把它包起来，然后防卫一下，因为容器本身是不是不太隔离？为什么不太隔离呢？就因为，这边是吧，共享 kernel 嘛，大家都跑在同一个 kernel 上面，自然就想到它不太安全，是吧？共享 kernel， 那一个 kernel 大概300多个系统调用啊，每一个都有 bug 的可能性嘛，然后一旦出 bug 之后，再被串起来，那就是出现攻击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创建这个 Kata Containers 这个项目，毫无疑问，我们就是为了隔离。那我们是一个这样一个项目，它本身是要做最早说要做一个安全的一个容器的 runtime 运行时。那首先它我们是用这个轻量级的虚拟化的技术来做的，这样的话我们达到了这个和传统的这个云上面的虚机一样的安全性。然后同时呢，但是我们让它运行起来呢，它是一个容器的 runtime， 所以它运行起来实际上和容器是一样的，你用 run C 还是用 Kata Containers 都一样的。当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用那个 Kubernetes 的 runtime class 来控制，让 Kubernetes 或者 Cryo 起不同的这个容器，起不同的 runtime 起的容器，这个是，对用户来说是基本是无感的。说基本是因为，如果你要想用这一些特权的容器，想用这个容器去控制这个 host 上面内容，比如起一些 daemon set 啊什么的，大概可能还会有区别，但大部分的 application 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因为我们是使用的这个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就底层是有 virtualization 的，所以我们是每一个这个容器是跑在不同的就每一个 pod sandbox 是跑在不同的这个 kernel 上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另外一层的防护的。嗯，然后简单的历史呢，我刚才在讲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也大概提到了，然后大概我们是在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去 announce 的，大概是在那个2017年11月份的这个悉尼 summit 后面，然后在奥斯汀就是 KubeCon 前面我们 announce 的，然后到这个2018年5月份的那个 Vancouver 的 summit 上面，我们去 announce 的 1.0 的版本，然后在2019年的这个就今年上半年的那个 Denver Summit 之前，我们被这个基金会来 confirm 成为了这个 foundation 的这第二个顶级项目，前一个顶级项目叫 OpenStack， 大家都知道吧？然后第二个就是 Kata Containers， 嗯，然后在今年的10月份的时候，我们去 announce 的去 release 的 1.9 版本 1.9 以及 1.10 的 Alpha， 然后为什么 highlight 一下呢？就是说在 1.10 里面，我们开始引入一些我们对未来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应该说我们从这届PDG 开始，我们就开始讨论那个 2.0 的这个 roadmap 了。然后从这个 general 的 project 的介绍之后呢，我就进入到我们整个这个项目里边，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团队，那我们会把我们这个项目和我们的 financial 的这个，我们是做这个 financial technology 和 service 的一个公司嘛，结合在一起，我们公司觉得这个security 是我们的这个 financial service 的最重要的特质，所以我们在无时无处的不会把 security 给强调出来，因为没有 security 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的金融的服务。我们在做整个这个工作里面呢，这后面就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然后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提升这个 performance， 就 IO performance 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和社区一起来做的，然后包括这个Red Hat 贡献的这个 virtualFS， 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跟我们一起的阿里云的团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这上面。那我们在现在的版本里面来看的话，实际上 virtualFS 的这个是从 1.7 开始去做 support， 这个virtualFS 本身呢，应该说是一个改掉了原来的那个 9PFS。大家知道，我们在用容器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一个文件系统的目录从外面mount映射到里面。那在传统说，如果是这个对于转 C 的容器来说，做一个 band mount 就可以了，在一个 kernel 之下。但是在这个跨越虚机的时候，相当于你要打透这个虚机的边界，把这个文件系统送进去。你要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很大影响效率，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安全。那 9P 呢，非常的遗憾，就是早年间在从2016年开始，这个我们的团队就 Hyper.sh 就在提供容器云的服务，我们一直是把 9P 这个部分给阉割掉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是 9P 本身它不太 POSIX 兼容，就是 POSIX 语义的文件语义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一些复杂的像 truncate 之类的语义在好像有 truncate 在那 9P 的支持上面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你用它来跑一些基本的操作，比如说一些这个 APT 啊，然后这个 YAM 啊之类的操作都会失败，然后你需要做一些比较，当然那边做的那个叫彭涛的同学，他做了很多 fix， 然后做一个 fix， 然后把那个这个东西 workaround 过去了。原来呢，我们最早的时候把 9P vanilla 的上游的 9P 拿过来跑那个基本的 Linux 的那个 file system test， 大概可能有十几个 case 不过。后来彭涛修了一下，把那个就把 YAM 啊什么 APT 啊都修好了之后，大概有30多个不过了吧。就是不过的更多了一些，但是大的流程过的都过去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从做产品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想用 9P 了，是不是？然后那另外一方面，性能呢也确实是比较弱一些。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这个想法呢，就是说，引入一个更加 native 的，就是大家最近这 native 这个词很流行了，对吧？原生的，就是支持这个。本机的这种虚拟化的这种文件系统的共享的方式啊，这个方法呢是 Red Hat 的同学首先提出来的，然后它呢实际上是基于了这个 virtio， virtio 的手段。大家知道现在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做这虚拟化方向，如果做虚拟化方向，知道现在这个趋势，虚拟化趋势就是 virtio everything， 什么事情呢？这个
这个想要在里外面打一条通道，就从 Word.io 走。然后这个文件系统也是要做这个 Word.io 的，包括了这个 Warehouse User 来走这个文件系统，文件系统的指令。实际上它是用这个 Warehouse 的跑了一个这个 Fuse 的协议，就是把 Fuse 的这个 Backend 挪到了这搁到了外面，而不是搁到了 User Space。这样的话呢，这个方案呢又再加上用了这个 Dex 是Dex 也是这个一个用来给这个最早应该给的是 NVDIMM 来用的还是这 NVMe 啊，就是内存类的这种类内存的这种存储设备，因为它类内存嘛，所以它的这个访问速度比较快，这样的设备呢它实际上是可以 直接 mmap 到内存里面去，而不真的读到内存里面去，这样一个操作。这样的话呢，如果用了这个有了这样的设备呢，不管你读几份它都不会真的往内存里面去读，而只是从这个用同样的一份的这个 cache 这样一部一份的这个内存，这样的话去节省内存的。所以这两个方向加起来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引入了 warehouse virtualfs。 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那我听到这个词之后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就是它比这个 NIP 更快，然后第二呢就是它完整的支持了 POSIX 语义。快多少呢？然后这个当时这个Red Hat 的同学在首先提出 virtualfs 的时候做了一个 benchmark， 大概是给了我忘了，大概可能是20-40倍的性能提升吧。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个 benchmark， 然后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benchmark 这事儿每个人做出来结果都不一样，也不能作为这个你那跑的是一样，我们大概应该70%-90%的这个 performance 提升总是有的，在大部分的 case 下。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这是我们对这个IO 方面。除了 IO 方面呢，还有就是这个降低这个 overhead。overhead 的降低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考虑，然后这个部分也刚刚merge了。然后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这个用这个 firecracker 作为一个 Kata 的 VMM， 当然内部的肯定是一个改过的firecracker 的版本。然后这个用 firecracker 替换 cumul 之后的效果大概是至少是从60兆的开销到15兆的开销吧。这个也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数字，大概就是在每个人那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比例总是有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比较新一点，就是下面这个部分，就是这个 Rust Agent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是在上次 PDG 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 ARC Committee 就是一块聊天，然后我和 Eric 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人大概属于一拍即合吧，就是 Eric 说我其实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内部就在想说要不要这个用 Rust 重新写这个 agent， 然后我当时本来是还是埋在心里边的想法是说自己先写着玩，然后结果被 Eric 先给我提出来了，说哎呀咱们是不是要考虑用 Rust 来重写我们的 agent 呀，然后这一想那个对吧，泱泱大国是吧，不能落后，然后其实我们已经想了，然后我们说这个我们来立这件事情吧。然后这样的话从丹佛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工作呢逐渐的把这个工作给 test， 就把这个部分重新逐渐拿出来，然后重新把它往这个跑过所有的测试，然后往社区里面放。然后大概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已经9月份的时候把它已经 open source 出来，然后同时已经做了和这个上游的所有 Kata 的 agent 的那个 CI 的对接。然后在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提到了这个，是准备去把它纳入到这个我们这个 Kata 的这个整个的 repo 里面。所以这个位置你看它现在已经在这个 Kata Containers 这个 repo 里面了，而且它就是在 Kata Containers 自己的那个同名的 repo 里面，这非常高的待遇。这是另外一个小花絮，就是说 Kata Containers 最早的时候是有很多不同的组件的，然后那时候是为了不同组件之间的可替换性比较容易开发。但是最近呢大家又想把它大家都尽量的去往一个 repo 里面去放，这样可能比较容易这个管理一些，这就是那个花絮的一部分，所以它就被扔到这个 Kata Containers 这个同名 repo 下面了。然后后面呢会把相关的这个组件逐渐也开始往里面来挪。那第一个组件呢在这个里边的组件就是这个 Rust 版本的 agent。这个是在上个星期快到周末的时候才终于merge进去的。然后这个的开销大概是
变化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内部 benchmark 了一下，大概是从11兆到1.1兆，这个是这个内存，我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是那个 anonymous page， 就是匿名页，就是不包括那个就是 binary 本身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 binary 本身的部分，如果你把这个如果用 dex 和那个你用 dex 来去把这个外面的东西去映射到里面去的话，实际上你是可以把这部分的 binary 的这个开销给省掉的，就是说它不占你的这个虚机里面实际的这个内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想统计的只统计这种真的去占内存的堆内存，就是从这个 anonymous page 上面算，是从11兆降到大概1兆，然后这个还不够。然后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边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同时还开发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目前的这个 Rust agent 和我们当前的 Kata agent 实际上还是跑在都是使用的这个 gRPC 的协议和这个做这个 agent 和外面的 runtime 的通信的和 shim 的通信，但是如果把它用这个 ttRPC 替换的话，还会降更多的内存。然后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说 ttRPC 的这个 Rust 版我们已经写完了，然后也已经就是扔出来了，正准备往 TTRPC 的这个社区里面放。这个 TTRPC 的社区里面，就是 Kennedy 那个 community 那个 repo 里面，其实已经扔了一个 issue 了，我们就在正在往里面推这件事儿。那个再扔进来的话，这个内存的 benchmark， 同学他们做了一下，然后我没拿出来那个数据来，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数据不太真，内存用的太少了，我觉得可能是假的，所以我就先不说了到底是多少。大家这个等这个真的能用起来的时候 benchmark 出来的时候大家再看吧，反正肯定不是一个这个只比一兆小一点的数，真的是小的有点多，我现在也觉得不一定是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加速这个 image 的部分，这个部分呢，不要说太多，因为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出来，还没有做出来的部分一般吹牛不能吹得太狠。然后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做的东西是准备用一个这个从外面去做一个利用这个已经有的 virtualized， 然后和这个上游这个新出来的那个 OCI 的那个 artifacts 的那个 spec， 然后在一起，然后把这个部分的那个内存拉过来，然后放到这个直接去捅到这个虚机的这个 sandbox 里面，就这个位置直接这样捅进来。然后用 artifacts 好，就是说我们大概是用了一个相当于是下一个版本的一个那个 OCI image 的这个镜像，我们去做这种这个加速的这种智能的 preload。 然后就是对于一个在 house 上面还没有的镜像来说的话，我看到的数据大概是拉镜像的时间，就是 pull 的时间，就是从原来和这个 image 大小相关，大概可以现在这个 pull 的这个操作可以大概变到这个不到一秒钟吧，大概是零点几秒吧。然后这个可以根据你的这个 workload 去做这个智能的这个加载，只加载你需要的那几个部分。这个是一个 image service 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我们也准备近期就把它扔出来。这个应该比较，这个我一说可能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想法了。然后回头我们再把它细说，再把它细拿出来。下面一个呢，是我在年初上半年的时候就。年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的事情，就是有关于 Service Mesh。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那个这个蚂蚁那边现在 Service Mesh 搞得挺凶的，然后这个在大概在那个在618，对，这个会议室叫618是吧，618大促的时候就开始去上了，去大批的开始上 Service Mesh， 然后那个时候还没给 Kata 的容器上，然后我们现在也开始 POC Kata 的容器。在那个应该说这个 Service Mesh 也是现在的一个趋势了。然后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framework 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sidecar 本身的开销问题。大家知道 sidecar 本身也是一个 container， 然后它有两个问题在里面。第一个就是这个 sidecar 你把它放到里面去的话，它占这个用户的资源。那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服务商，然后你把这个 sidecar 作为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部分提供给用户的话，那这个部分如果也去占用户的资源，那用户自然而然呢，他心里可能不太乐意。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 sidecar 本身呢，它也受到这个虚拟化的开销，尤其在 IO 方面虚拟化开销还是多少有那么一些些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想在这个 Kata 的下一步，我们就在考虑这个开销怎么样进一步降低。这个应该说是我们这个 Kata 2.0 的这个设计之一吧。然后我觉得有兴趣大家可以继续线下我们在这个沟通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目前呢，我们参考了那个 Selenium 的一些方案，但是没有，目前没有特别完美的我们已经想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做这个就是这个 speech 的一个目的也是大家可以在社区里面可以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方案，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块来改进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下一步的东西。对，这里面 summary 一下，我们再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下一步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是在我们这个2.0的周期里面，大概已经和我们自己 AntFinancial，然后和阿里云、和这个和 ARM，然后和这个 Intel 的同事都做过不少的沟通。然后我们目前总结出来的一致的这个2.0的这个 roadmap 里面的重点大概这么几点吧，一个是cloud provider 的这个 isolation 的需求，就是隔离性的需求。然后这个待会儿那个就是，下一场就是在616那个刘蒋哥有一个 cloud sandbox 的一个 topic，他会进一步的去讲他那边的对这个2.0的需求，就是作为这个服务商的这个 isolation。那我简单说一下，大概就是用户的是用户的，服务商是服务商的，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划清楚。不要让用户的这个数据放到服务商的这一边来。那用户一方面，用户我也不想让你的数据被服务商看到，对不对？然后那另还有一方面就是说，用户的数据如果走服务商的这个通道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计费的问题，就是因为服务商没法计费，也很难去控制 QoS。所以这两个方面来导致，就是说目前的这个 Kata 现在这个现就是1.0的版本的时候，在这方面对于云服务商的需求考虑的还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在内部也做了一些改进，然后也做了一些这个 workaround，但我们会逐渐去把它引入到2.0的这个规划里面来。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financial 的需求，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异构 workload 的支持，就是说有的时候在你的这个服务器上面既跑这个就是。这种在线的应用，这种网站这种应用，也跑这种离线的处理的应用。那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这个如果用普通的容器来跑的话，大家都混在一起，然后这个 performance 的 isolation 本身就很难做，就会出问题。这个在我们的下一步的 Kata 2.0里面也会考虑到，然后同时会2.0还会进一步的去降低这个 overhead，以及对这个像 service mesh 啊等等这些像什么 SGX 啊这种东西做更好的支持。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这个星期，或者说星期一到星期三呢，我们关于 Kata 的主要的 topics，topic 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现在这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就是刘蒋的那个在那个616，就是隔壁的隔壁，紧接着这个后面，然后下面再下面的一个呢就是。在另外一边是这个百度同学的这个分享，介绍这个 super user 的分享，他们不需要我来打广告，然后呢，明天下午会有我们的这个 project update，是这个彭涛和我会给大家讲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过去这几天来的更新，然后会有这个 ARM 的妹子啊，哪去了？哎，刚才在这儿啊，他会讲介绍这个。ARM 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很遗憾啊，他 topic 只有10分钟，在明天的这个2点钟，在我们的那个 project update 之前，然后我们明天早上起来9点钟在431会有一个 forum 讲我们这个2.0所关注的这个威胁模型，攻防威胁模型，那个 forum 的这个 topic 大家如果不常参加这个 Open Stack Summit 的话，可能不太了解，大概和。是一个不是这样的讲幻灯片的场合，是一个大家在一个会场里面，大家就平等的坐在这里面，然后大家去抒发自己的感想，然后呢由一个这个主持人去把这件事情串起来，然后把这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去把这个梳理出来一个结果，是围绕着一个 topic 来进行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在最后呢去辅助我们这个项目的开发。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些这个。我们实际上很欢迎这个用户啊，就是 Kata 的用户和 Kata 对 Kata 有兴趣的人来提一下，你们对这个，你在你们的场景下，你们对安全性啊，对这个攻防性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对吧？然后最后呢，最后会是这个，星期三的全天是我们的这个 PTG，
叫做 Project Team Gathering， 是所有的这个上游开发者在一块来做这个研讨的。这个基本上就这些了。然后我们的这个项目，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做贡献。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有我们的这个网站官网，有我们的这个 GitHub，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 Slack， 然后有我们的mailing list， 啊，然后主要是这些吧。然后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欢迎大家这个可以提问。没有什么拆针制的问题，请。那个有人能给他一个麦克吗？就是现在用 Kata 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裸机上面的，但是我知道很多用户会在公有云上面用，就是这种，就是说现在是不支持的，会以后会支持嵌套虚拟化吗？请问你是来自哪的？我是平安的。你好，你好。那个我首先说是支持嵌套虚拟化的，现在就支持。但是我发现它启动时会检查DEVKVM， 如果没有的话它会报错的。你没有 DEVKVM 是因为你没开嵌套虚拟化。就是说你开了嵌套虚拟化就会有 DEVKVM 的。这是第一啊。然后第二就是说开了嵌套虚拟化之后，这个一般是在这个需要在 host 上配置。这个不是盖子里面可以配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嵌套虚拟化的性能问题。嵌套虚拟化在去年2018年年末的那个 KubeCon 上面，我有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在比较做这个性能的比较，确实比较过包括嵌套虚拟化的性能问题。嵌套虚拟化的性能在这个CPU 子系统里面是没问题的。然后在那个 IO 子系统里面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也是reasonable 的。就是说嵌套虚拟化的性能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那个 memory， 就是内存方面的，尤其是内存的随机访问方面，这个 memory 的性能在嵌套虚拟化里面损失是最严重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页表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再多一层的这个物理的页表了，所以你嵌套虚拟化的时候这个页表是不够的。所以呢在做嵌套虚拟化的时候，你的 memory 访问的性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呢目前为止呢不是没因为没有硬件的解决方案，所以不会有特别好的解决。但是呢因为技术已经发展这么久了，大家这个可以期待，就是说将来新的 CPU 啊什么的可能会有这种方面的改进。然后另外呢同时我们也在做一些这个其他的 runtime 的技术方面去避免这种怎么说呢，去避免少用一些这个虚拟化方面的属性，然后来做这个方面的东西。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在短时间之内，就是几个月之内可能可以去来提供的东西。那总的来说的话呢，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第一，嵌套虚拟化是可以用的；第二，嵌套虚拟化是在内存方面性能是有比较大影响的。就这样。好的，谢谢。还有其他问题？我问的可能会比较这个 stupid 啊。那 anyway，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您讲了这么多 performance 的改善的一些方法或者 solution， 那我想问一下 Kata 里面有没有根据采用一些 hardware 的那个加速硬件或者什么样来做 performance 的一些改善呢？我收回麦克之后，我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回比较好。我们用的最大的一个硬件叫 CPU， 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从这个各个方面来说，能用的这个技术，我们都会尽量的去用的。然后就是各个方面都会用的。然后，包括这个，因为本身我们也在用这个硬件的这个 virtualization 的方面的技术。然后我刚才说的去回避那个就是用回避 VT 这边的一些东西，其实也还是依然会用到 EPT 啊这样一些技术的，就是所有这些技术其实我们都没有放过。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真的对其他的方面的这个加速的硬件，
我们也是就是 pass through 我们也是支持的，就是都在里面的，嗯，这样。其他问题还有吗？啊，没有了，谢谢大家，欢迎到我们其他的 session。